就想说一下，我这个姓在全国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吗？才12万多。哎，好珍贵哦，就感觉。你知道我的姓全国有多少人吗？1亿多。哇哦！而且现在王姓啊，是整个全国来说排名还在第一。对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对吧，王老师？最新的人口普查是第一名。哦，王是不是以前的就是皇上啊？一会儿再解释啊。好，会埋在一会儿有趣的节目之中，希望大家也锁定，不要换台啊。